啦，呢一条就系、是Prospect Expressway， 即系咩咧？即系喺卜伦海洋大道连接海洋大道同埋呢个218嘅呢一段啦，唔系好长嘅呢一段。吓、啊，依家嗰个交通咁好嘅，噼里啪啦嘅吓，咁顺嘅。咁啊，因为啊交通咁顺咧，就又令我想起又一单交通事故。咁啊，平心而论咧，自己评价自己喺十几二十年嘅呢个职业司机生涯里头咧，咁啊开始系一般比较稳阵啊，我自己评价系比较稳阵噶，真系算系稳阵嗰度。但系咧都避唔开两次牵涉到交通事故啊，依家就其中一次就喺前边呢度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啊，呢家 Prospect Expressway 上278啦，个龟背嗰度啦，依家吓。依家準備上龜背嗰度啦，咧就喺前邊不遠嘅地方。上到龜背之後，呢度開始轉成218啦。嗱，頂嗰度就係龜背啦。咁好少有咁順嘅。咁啊，真係雖然係時隔好多年啦，已經，但係咧仲係印象好深啊，因為畢竟交通事故仲係好少發生啊嘛。咁但係呢次咧就有一單喺度啦。嗱，喺對面嗰邊啊，喺對面車道嗰邊，即係話由北往南行嘅，唔係呢邊喎，對面嗰邊上到頂之後。就落斜嗰度就系开始啦，嗱呢度上到顶啦，咁落斜咧就系左边呢度，就系左边呢度啦，左对面车道嗰度啦 ，OK， 嗰年咧啱落完雪啊，大概系二三月咁上下啦，就落嗰场大雪啊，咁我开住部 truck 咧上斜啊，咁啊但系唔塞车，唔塞车咧就大概有30+mph，亦都唔系好快，系咪？咁啊。一路上車，差唔多上到頂啦，喺對面車道嗰邊啊。咁咧就突然間前面剎車喎，因為地下仲有雪啊，好滑啊，仲係咁啊。前面突然間急剎車，咁啊，我就當然梗係跟住呢個急剎車啦。我停住啊，咁啊停住之後咧，停咗之後咧，突然間過多兩三秒鐘，突然間部車震一震嘅咁樣。哇！我冇撞到人噶。我真系冇撞到人噶喎，我喺前面嗰个停车之前停低咗噶，点解会震一震咧？咁样吓，点解咧？咁啊，落去睇下啦，梗系咁啊，后边冇车，后边有一部啊，有一部货车，离我好远下，离我成四五米远嘅，佢冇撞到我啊，点解佢烂咗嘅车头？睇下佢冇撞到我喎，点解佢个车头烂咗嘅？咁我又唔觉得俾人撞啊，只不过个车震一震啫。点解佢会车头烂晒噶？好奇怪啦。咁啊，其他啲人仲未出嚟，对方都未人出嚟，仲喺车里头。咁啊，莫名其妙啊。但系咧，后来咧，然后兜部车嚟，兜住部车嚟睇下啦，兜个圈嚟睇啊。原来喺右边啊，有部 SUV 重伤涉喺我部车同埋嗰个围栏嘅中间，喺围栏同埋喺边围栏同埋我部车之间，有部 SUV 涉入去，光光涉不入喎。咁啊，你话阔又唔系好阔，窄佢又唔系好窄，点知咧系光光涉入去喎？咁啊，咁都有嘅，原来。咁啊，即系佢个尾啊烂咗啊，佢个尾角啊烂咗啊，佢个尾部系烂咗嘅。咁我先知道，梗系后边嗰部 truck 啊，佢啊刹车啊，呢部 SUV 又刹住啊，佢亦都刹得停啊。佢停咗之后咧，就俾后边嗰部车刹唔住啊，嗰部货车刹唔住啊，嘣，想一撞，将佢撞入我部车同埋嗰个高速公路嘅围栏之间嗰度涉入去，紧紧涉不入噶咋，系咁啊。冇乜点烂啊，冇乜点烂喎。其实佢个车尾就系有俾人撞过之后，但系其他冇烂。咁啊，
咁啊，哎，前边嗰啲又撞咗喎，前边我嘅前边之后有两三部车撞咗喎，咁啊，我嘅后边又有两三部车撞咗喎，成堆撞喎，哎，其实我就冇撞喎，偏偏系我刹得住咗喎，哎，唔系嗰部 F。攝咗入去嗰部 SUV 都刹得住，只不过佢俾人撞啫。咁啊，牵涉到我啦，咁啊，即系连环撞啦，变到我都牵涉其中啊，梗系走唔得啦，系嘛？不过咧就冇伤到人，并唔撞埋一齐都冇伤到人。咁个 SUV 嗰个黑人，嗰个黑女人啊，就坐喺度，仲系因为佢喐唔得啊嘛，两边车门夹死晒噶，系咪？咁啊，因为冇伤到人，所以嗌警察咧就梗系姗姗来迟啦，慢慢先嚟啦。啊，几成七八部车撞埋一齐都冇人伤喎。不过因为可能车速唔系好快啦，咁啊，因为系落雪，所以就好滑啊。咁你刹车都冇用，个个就系个个都刹车啊，但系个个都乒乒乓乓撞埋一齐啊。咁啊，咁啊被迫牽涉到其中啊，其實我又冇撞人係嘛？咁我後來咧睇見我部車嘅損失咧係咩咧？係嗰個油箱嘅嗰條鋼帶啊，抱住個油箱嗰個油箱嘅嗰個 holder 嗰兩條鋼帶咧向前移咗啊，移咗一條鋼帶咁闊嘅位置向前移咗，咁就好明白咁證明。我嗰条钢带，嗰条油箱嘅钢带系俾人撞，由后边向前移噶嘛，我系俾人撞噶嘛，咁我当时拍摄咗之后，咁啊报保险公司啦，保险公司就后来咧就嚟同我见面咧，见面嚟倾当时嘅情景，而且系录音啊，将当时嘅情景话俾保险公司知，咁就所做就系咁啦，咁啊应该就冇牵涉到。冇影響到我駕駛證嗰個記錄咯，係保險公司，我保險公司冇賠啊，唔係我嘅保險公司啊，我哋公司嘅保險公司應該唔使賠咯，我哋俾人撞咯，不過究竟佢最後點樣傾成點啊，唔關我事啦，我唔知啊，只不過我所做嘅咧就係佢保險公司人嚟同我見面面談。將當時的情況話俾佢聽，錄咗音，咁啊簽咗字之後，咁就係冇事啦，唔關事啦。其實咧，喺某一處地方咧發生過事故，交通事故之後咧，總會有心理陰影嘅。所以咧，我每次經過嗰度地方咧，都會想起呢單嘢嘅，真係噶，唔奇怪。雖然其實係唔關我事乜滯，亦都係好輕微嘅，部車亦都我部。大出嘅損失，只不過係嗰個油箱嗰條帶，嗰兩條鋼帶向前移咗位啫嘛，就係咁多事啫嘛。咁啊，應該啊，即係冇咩比呢個更輕微嘅事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但係每一次行過嗰度地方咧，都會想起呢件事嘅噃。所以咧，所謂嘅心理陰影咧，就係呢個啦。咁所以呢件咁細嘅事啫，但係再有大啲嘅事咧，梗係會俾某一個人經歷過之後咧。梗係會有留低嗰個心理嘅陰影嘅。